拼拼凑凑回家就这样。好幸福。要不然你就是第一个垃圾桶出来，你就开背包。对，我开背包，开完之后就换衣服，开然后我再来开战气。那这样比较好。5:1会少到了。通通来看一看，看一看。可以吗？那就 OK。嗯，招数准。那等一下，超烈也要出来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哎，那等一下，如果金龟鱼的话，要开吗？要留一个吗？金龟鱼留第四个，留一个旁边。第四个好，那就第四个不要开。嗯，第四个其实开了超难捡的，也都是蛮浪费。对啊，因为第四个不，嗯，我不喜欢那个位置。如果第四个不开，然后留下来，在最后一波的时候，在高台开螃蟹，剩的在最后打外海，在家里，然后把它打在家里，然后全部捡家捡蛋就好。哦，你说最后的时候吗？对对对对，杀鱼。好，就让家里干净嘛。没错没错。你呀。两个鱼蛋，一个 ，nice。OK。好，打三颗。好，觉得魏福虎真的很像人生期末考。也没有这么这么人生期末考应该更难吧？是不是？应该就是翻滚那个才是。而且说人生期末考，人生期末考那不是快临终了吗？应该没有啦。在我身上。好，换我。聚集被攻击了。我出去都是胶皮。好，阿米德。然后有一只会从左边来哦。对。然后小心那个右你的脚下来。好。啊，有一只在我身上哦，我要拉喽。Nice。好。另外一只。追我，往上追了，我把网，哎呦，要不要？米德那边是不是有一只啊？对对对，刚刚他打了米德，米德打，米德打，追我了，追我了，开了开了 ，nice， 又追我喽，你对对对。还有一只左边。哦呦喂！哎呦，抱歉。没事没事，四十五颗。四五哎。不错不错。往上拉，因为我怕他从家里走出来，我就赶快下去。对，我本来是要清脚皮的，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躲了。这个要像虾那样吗？丢完两个往后退吗？那依你们习惯的打没关系啊，只是我觉得他那个会干的很奇怪。那三颗掉在那边，冲的可以冲，好可以，然后被我开，对，对，没错没错 ，nice 哦 ，nice。那我们这边可以多丢一点。靠腰。
去上面。啊，他看上面，来喽。Nice， 好像一个。我知道他看我，对。给我打掉，打掉。卡，哇，好远卡，哇，那个位置。对啊，他就是这个可以开。我死了！我去打塔，我去打塔。靠背落水，靠腰。我先到，我先到，可以到，我快接近到。我先走了。真的是打到了。打到，打到了。就等你，就等你。五秒。Nice. OK OK 哎第四只不打，第四只不打。来了，就你。再死！开！好！nice！ 去开，去闪开喽！好，来哦！好。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对。Nice， 哎 ，Nice， 好，一五才，开吧，正常打，对，正常打，我来简单。你得，你确定你要这样吗？我保护你。来来来！哇，炮枪炮枪了，炮弹了炮弹了！哦 ，nice nice， 哇哦 ，nice， 哦，赞赞赞！我还省了一个螃蟹，就是，省了一个省了一个螃蟹。有谁比我们赚？赚烂了，赚烂了！我开完第一波之后就回去了。好，那我就是一样，就是直接跟你们出去喽。好，我们不要。可以站，对，就你们三个，就这个位置，看你们怎么站。对，我下去，我会下去。我没打到。地鼠嘞？地鼠在家。好。然后，哎，地鼠还有一只哦，还有一只上来。对。有有有，好，我回去了。好，啊，我来开一下。再换你，去兵再换你。来来来 ，nice nice nice。好像我的，嘿。我们等下抓时间回去。好，炮弹炮弹。好，炮弹一起打。哦，拍谁拍谁？没关系没关系，把这只铁球打完我就走。好，不行，阿蛋，我被推下去。啊靠！我被，我也被打死。请支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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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饭团啊！那次那局有了，有了。好好，我上去，我上去。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上去开，我上去开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好好。打出来了他。有吗？没有。有有有。不是车子，车子啊，车子破了，车子破了，车子破了，是本破笨。啊，救火躲过一颗。
可以对啊，这样两回都有，嗯，这样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刚我跟嘉如没事，应该可以多送几颗。对啊，可以可以。哎呦，哇，二十二，哎哎，这个刚刚我们我们刚刚那个打法没有死，哇，这个可以呢，一定还会再上去。搞不好都破我的记录了。你到底几颗啊？你刚刚有说吗？我227而已啊。哦，可以啦，我们刚刚那个没死，一定破你记录。227，多了有一个 SP。哦，很赞很赞。世界就不一样。如果觉得我们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给我们一个赞作为支持，留言分享你的心得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